给你给一千万的原因，你卖掉光你的男朋友吗？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钱了，卖了之后再找我。是钱比男朋友更重要。你看到男朋友长得帅不帅？嘿嘿，可以可以，厉害呀。为什么呢？钱比较重要。愿意啊，肯定愿意不？为什么？太愿意了。愿意啊。给我给钱，我肯定愿意不？你给我给一千万呢？嗯。嘿嘿，我没耶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晓得，因为我男朋友没一千万呢。还会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男朋友不见得赚得到一千万呢。原因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？因为我可以用一千万买一个更好的。会呀、啊，会呀、啊。会呀、啊。为什么的原因啊？我爸爸男朋友看他，我拿的去一千万买他，不得人买。不愿意，因为我男朋友不值一千万，他光屋里有几千万。真的啊？嗯。不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男朋友是有一亿家产的人。一亿家产啊？那我给你给两亿，你愿不愿意卖掉光男朋友啊？你先给两亿吧。我给你给一千万，你愿意卖掉光你女朋友吗？滚。给你给一千万，你愿不愿意卖掉光你女朋友？不愿意啊。给你给一千万，愿不愿意把你光你老婆卖掉？不愿意啊。是不是老婆比钱更重要啊？好，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别人我不晓得呢。买么的？买个人老婆 啊？那不可能。为什么的？老婆肯定不能买噻。为什么的？老婆能不能用钱是搞得清楚的？那肯定不能买，肯定不能买。